不要紧张，叶枫，不要紧张。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《霸王打叶枫对决》。哎，鞭子没中，中葵花了，跳鞋，哎，完了，晕了。啊，一上来给了一个波飞。不要口嗨哈、啊，跟叶枫打的话，最好不要口嗨。哎，下逼哈、啊，打你葵花，哎，又得晕。这是赶时间打法吧？啊，叶枫难道后面还有其他的战桌？那霸王那就对不住了。枪倒。哎呦！哎，又要晕，兄弟呀、啊，这差不多也相当于三个破费了吧？太疼了呀，兄弟，不带这样的呀。好看这一局，继续啊，潜伏，等反击，葵花，机会来了，啊，跑着抓，哇，还有五连。喂、哎，可以跳波，不跳波差点都得又打晕的节奏了。好抓到，没死。哎，好抓。好赖的招啊！跑过来跳抓，你还没反应啊？你有反应也没用。好，卖血抓，重拳必杀。杨子谦顶不到，过去。夜怕八呢，豹哥，怎么变成？你怕八了，老弟。完了，生龙不中。哎，这下留情了哈，没有白光必杀。继续葵花。哇，这个葵花好烦，反身没用哎，死了。牛逼，好，关注修修不走掉。